标题45岁董卿出席活动，又美又欣慰修图，却像变了个人。接近春晚倒计时，平常不怎么出现的央视主持人也都频频现身，最近董卿活动不少，一边参加新书发布会，一边录制做朗读者二，现场请来了贾樟柯导演。几人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前，节目组一直邀请贾樟柯，但是贾导工作太忙。2018年1月3日，董卿还联系过他，实在按捺不住，自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，结果忙于拍摄的贾樟柯并没有回复董卿，董卿便开始劝起自己了。这时候我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女性，还是一个不错的女性，就算她不说话对我也是一种回应。这次终于有时间来了，两人坐在一起畅聊。贾导特意解释工作太忙，而且自己有口音，有点怕来了。读着董卿全程知性识大体，精修图中的她漂亮精致皮肤特别好，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但是未修图却暴露了不少问题。当天董卿穿着简单一身白色衣服，仙气飘飘，又美又仙，气质又好。在给粉丝签名的时候也是美美的，但是特写却有点吓人。